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啦。咁今日咧，我哋终于翻到嚟 Minecraft 嘅饥饿游戏啊！大家唔系好中意呢个系列啦，我哋好耐冇玩过呢个系列啦，而我都好耐冇入过呢个 server 玩呢个饥饿游戏啊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！如果大家想玩嘅，我下面简介会打翻呢个 server 嘅 IP 啊，记住一定要正版啦。咁我而家就十秒，十秒，十秒，侧边有好多人，这个场系比较丛林 feel 啊，好紧张啦！喵喵，只许胜，不许败，冲啊！冲啊冲啊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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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！喂喂，匿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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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，得翻个饼干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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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一开波输咗，我哋下一场，哇咁快咧，已经去到第二场。头先嗰场咧，用咗一分钟都唔使就完结咗你赛事啊，简直系速度之神啊，超级有效率。咁我哋已经咧。已经转咗个地方啦，咁今个场地咧，之前都好似玩过啦嘛，同埋好似有啲唔同咧，改良过嚟噶，咦有啲唔同啊，同我以前玩个地图，我哋就十秒、五秒、四秒、三秒，冲啊冲啊冲啊，唔好跌落海，唔好跌落海，跳过去，哎呀跌咗落去，唔对路，走啦，唔对路，唔对路，慢咗啦，唔得个 bit 错咗啦，你捉翻住个 bit， 冲冲，都有个伤啦，已经见到。你爬呢度上去，爬上去，见人死咗啦，见人死咗啦！我听到后面有死神嘅呼唤，听到后面有死神啦，走开，俾翻啲嘢我，唔好鱼缸，抢我鱼缸，拆你噶，佢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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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佢上唔到嚟，我走到，太聪明，佢执嘢执得太慢啦，冇效率，又揾到个箱，有把剑都好，嗱，石剑，喂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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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我发觉咧，太耐冇玩呢个游戏咧，我先见识到咧呢、這个游戏啲人咧几残忍啊！喂，冇理由两铺都一分钟玩完噶喎、啊，唔得，我哋再去下一场。嗱，讲明先啦，今场真系唔可以咁快一开波就输啊！如果唔系咧，颜面何存啊？点算好啊？哇，呢、這个场地咧有啲特别啊，之前冇玩过喎，新场嚟噶，几靓，好似宠物小精灵咧个训练中心咁。中间去啦，比卡超。嗱，今次我哋策略就系爬楼梯上去，跟然后咧直接攞啲钻石剑，一下劈死人，跑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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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啲快啲 ，go go go go， 耶、yeah ，OK OK， 冇问题，冇难度冇难度，呢、這个冇人嘅，一系，着晒啲嘢先，着晒啲嘢走咯走咯，攞到个头盔，攞到个黄金靴，就要跑啦，有架船俾我走佬喎，有架大飞可以俾我走佬。咁有冇海啊？咦，呢啲海绵世界嚟噶，有冇海绵宝宝啊？走啊走啊走啊！有冇其他箱咧收埋咗啊？好似见到一个，已经发现第一个箱啦。后面有冇人？后面冇人嘅，安全。今次安全啦，今次唔可以一开波就输啊！有翻把木剑，捉者死。嗱，见人劈人，见 Cooper 斩 Cooper， 见到比卡超都照斩，唔系讲笑，真系劲啊！而家有把木剑喺度。得翻几多个人啦？得翻十七个人。呢、這个场咁大，冇理由冇嘢执噶啦。即刻见到啦，有啲食物啦，黄金啦，有啲铁啦，都好嘅。跟住仲有啲食物，食物食物，生鱼可唔可以食噶？生鱼都照食噶，但系好残忍喎。条鱼未煮熟噶。嗱，我哋见到上面咧有座塔，上面通常有座咁嘅塔嘅话咧，都肯定入面有好多宝箱。但系咧，简单嚟讲，通常入面都有人。点解呢？因为呢座塔嘅外形咧太突出啦。通常就会引晒啲人入去噶，咁我哋而家嚟一个偷袭特袭，应该冇人知道我嘅存在。静静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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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咗门，有刺客，哇哇哇，太好啦，太好啦，太好啦，着翻啲装先，有条裤，争件衫喎，有冇衫啊？有冇甲啊？呢度唔要啦，我哋要锁链，跟住咗件黄金甲，齐晒 ，OK， 我哋而家防装都齐晒啦，太好啦。竟然冇人嚟过呢个地方，咦？后面仲有个箱，天助我也啦！执埋啲嘢先，食物充足，乜都齐全，只差东风，争个诸葛亮。几时就喺东风嚟啊？同埋呢个地方会太黑啦，咁样较光啲噶，最光噶啦已经。喂，好黑咯，我哋搵啲有光嘅地方先。食翻个饼干，有十二个人，有两个官战紧，廿七分钟，唔使急。最紧要快，同埋咧，其实咧，我好惊咧啲人组队啊，
一做到嘅话咧，见到两三个人冲埋嚟咧，就即刻要走佬啦，即刻唔对路，咁咪会变咗三文治。但系呢个时间咧，我哋就要不断跑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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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跑啦。嗱，其实我想搵人斩啊，但系我而家呢把木剑嚟要啊，好似好渣啊，你把石剑嚟都好啊。嗰边实有人啦，系嘛？喂，个地图捞快啲啊，睇唔到嘢啊。咦，中间系咪有人咧？中间好似人翻咗去喎，咩地方嚟呢度？咦，呢嚿咩嚟噶？快啲捞好啲，个沙发比较实好似。应该，因为咧我而家咧转咗上网啦，咁就用咗呢个网上行啦。咁网上行连去呢啲外国沙发玩嘅话，应该系好比较顺嘅。咦，有啲人头，呢个应该系个飞船嚟嘅，一个熔炉，经验瓶有咩用？拍住佢先，嗰个冇，侧边有冇伤啊？出发啦喂，飞船系冇反应嘅，咁都冇伤咩？咁大个地方，反而得个熔炉，熔炉可以做啲咩咧？熔炉好似冇嘢可以做，熔炉可以将啲乜都冇嘢做，唔得用。后面有人啊！你唔好彩，佢惊啦，佢见到我啦。你唔好彩，嗱，你试下跑，你试下再跑，骨头佬啦，惊你，我有剑你冇剑，嗱，你终于，哇，嗱，对唔住，我识做，对唔住，嗱，你唔好追住我，哇，后面三个人啊，真系见唔到，好彩即刻跑开咗啊，太聪明啦，而家嚟一个愚人得嚟啊，走先啊，唔好讲笑。即系我乜都冇做过咧，唔好突然间冲埋嚟揾我嘛！见到上面有讲啦，啱啱先去完我嗰座塔，太迟啦，俾我攞晒啲嘢啦，梗唔会留翻俾你啦。咦，有一个人、两个人、三个人，对唔住 ，hello， 拜拜，嗰个人会唔会冲埋落我度咧？我哋而家要玩如何求生，第一天如何在这个海绵的世界安全地求生。首先咧要避开后面嗰三个人嘅偷袭，见唔到后面有三个人追紧我。四个人啊，唔止三个人啊，三个都还可以一打三，一点样一打四？而家我哋要不断跑，我哋要将我哋平时玩嘅跑酷 parkour 嘅技术就用喺而家呢个身上啦。见唔见到嗰边一个人？嗰边一个人都可能有机会够打后面，但系只要当后面嗰三四个人一次好夹埋你嘅时候，就玩完嘅时候出事。头先而家得翻六个人，头先嗰边三四个人。即系得翻我一个人，即系仲有个人，应该仲有个人系单独一个嘅，会唔会咧？但系其实而家新，而家呢个环境系相当之危险喎，咁都唔去执咩？救火，跟住咧，然后咧呢个地方系，有声喎，踩咗啲咩？有条通道喎，哇，好灵异啊！去咗世外桃源，呜，呢个地方应该冇人识嚟啩？救火先，有冇把靓啲嘅剑啊？咦，嗰个会唔会有啲好嘢咧？呢、這个地方佢哋实揾我唔到啦，呢得咁埋，得翻五个人，而我系其中一个。啱啱嗰边有三四个人自己组队喎，喂，佢哋劲奸咯，咁唔够打噶，次次都组队，唔够公平咯。点算啊？而家匿埋等问到，嗱，得翻五个人，而我匿埋咗喺度啦。咁我哋实揾我唔到噶，嗱，好简单啫，我而家匿埋喺度。跟住揿实 control， 咁我个名咪消失咗咯，佢哋咪见我唔到咯，隐咗形咯。咁我哋而家等揾到啦，其实咧输紧噶，但我又唔想佢哋赢得咁开心，即系我要佢哋嘥时间，同我一齐嘥时间。佢哋组队，咁诶系咪有个伤啊？唔系，可唔可以打烂佢嘅？可唔打烂佢？佢哋开始内部有啲纷争啦，计划成功咗一半啦。他们开始呢内部打内部了，那我就愚人得理了，因为他们找到我不到嘛，那我现在就等一个好的战术了，等这个东风，那这个东风，咦，有石斧哦，石斧伤害都跟木剑一样，搞错啊，哎，吃住啲饼干先，而且呢我们现在躲在这里不动的话呢，那些饥饿度都不会卡得很犀利，那我只要慢慢令到他们的耐性开始接受不到了，开始认输的时候就是我胜利的时候，大家等着了。我现在feel到有点不对路，我怀疑着他们呢真的有点不对路，不啊，走啊，钻石劫劲奸，我怀疑实是这样，我已经都说feel到，为什么feel到不对路呢？他们呢刚刚有三个人的嘛，即是他们杀死其中一个人，然后呢
嗰个人用观战模式去找我在哪里，跟然后呢就报料给他另外两个未死的人听，跟就自然找到我在哪里。好奸，用间谍我哋出呢招，唉，我都估到唔对路噶啦。因为咧，我见到佢哋个名字突然间咧消失咗，即系突然间佢哋俾我感觉系我知道喺边度。跟转个头咧，就大家见到啦，我就俾人死咗啦。即系证明咧，佢哋组队相当之阴险啊！我对佢哋呢个行为好失望啦，唔得，我哋要揾人组队啊！咁算啦，我哋今集 Minecraft 嘅饥饿游戏咧就到咁多啦，好冇？今集真系比较短啊，同埋比较即系其实真系十几分钟，好短系嘛？所以咧，如果大家都真系仲中意呢个系列嘅，就下面揿翻个 like 啦，同埋留言话俾我听啦。咁嚟紧我会再拍嘅时候咧，咁我就会拍翻长啲啦。咁因为我太耐冇拍啦，唔知道大家仲中唔中意，即系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较中意呢个系列啊？所以咧，我就今集就会拍短啲啊。所以有咩意见就下面留言话俾我听啦，我哋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